苏菲发展部准备托推动六亚高台来展示跳跃的国产国潮的群体高空通信平台。未来呢，香港发展物嘅灾难，行通通信团体嘞，在等通信仪器嘅海星球升空过后，就做得及时提供网络通信，加加紧急救出需求。拍摄的海星球天天的成功，国内第一粒高空通信平台正式在六亚高台来设。一粒装的行通总基站的海星球，做得比多八百公尺岩角，做得天灯填设施的岩桥，提供半径四公里的地面行通网络通信的覆盖，对于救灾通电同天数。此时候，做的南西南沙发电台体同的时接，三期通信总团，利用手机机拍摄低轨卫星通信视频。你都睇到個神奇，同當天上分偏前一仔前，平平傳出來，本指揮中心當家來處理。什麼疾病的？那時候我們就是能夠把它錄影照相傳回來。不過拍低軌衛星當軌，網路速度也唔急，因為受到天氣的影響。故所蘇菲發展部十萬隨托國產國潮的高空通信平台，就算大戰的時節可能拍唔到衛星。国内还有自主的能力，自己国人自己自主的一个方案，全部是国人技术，然后能够很快的达到救援的目的。苏发部强调，国空通信平台不但抢做了啲特定的海气球来走，包括无人机、国空比上一碟都做来走，为持续的提升效能，啲行喺多紧急应变的场合都来用。客家新闻陈敏同台。